店铺要有效发挥团队精神，职员之间要有良好的协调，包括正确示范。当职员离开岗位的时候，通知同事。当顾客询问职员知识范围以外的事，职员能够适时转介相关同事帮忙。同事之间以礼相待，营造良好气氛，团队精神有效建立，就能够齐心事成。